皮皮，没错，越是稀奇古怪奇葩的发明，皮皮我越是喜欢，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我的新发明，全自动理花机，跟我一起动手做起来吧。首先我们先在地面上挖一个3×3深四格的大坑，放置我们的发射器，拿出蓝色电能线，给每一个发射器上都放置，在侧面挖一个洞，在上面两格以上的位置向我们刚才发射器旁边的洞挖掘，拉出电线，拿出草块放置，在上面接上电能线，拿出触碰按钮试一下，电线只要亮了就是好了，拿出扳手敲一下，拿出我们的彩带放到每一个发射器里，放置多少都是可以的。我们在上面放上我们的任意石块，倒上水，边上的每一块都要倒上哟，怎么样，这样也挺好看的吧。打开按钮，哇，真的迸溅出来礼花了吧，小蜘蛛都被吸引过来了呢，欣赏一下极致的浪漫吧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这期的奇葩小发明怎么样呢？快来动手试一试吧。还有什么奇葩小